是柠檬西达，我是可乐西达，来干杯啊！喝一口，喝一口。问题我来问。嗯。你有没有一直想跟我说、想问我却没有问过的话？要不你先问我，就是感觉每天晚上就是睡觉前就是有什么谈心的都谈。哎，你哦，我这样问吧，就是你觉得我们在中心住的时候跟在外边住的时候，你觉得哪种时候会更加的亲近？看吧看吧，我也把你问到了吧。外边。外面为什么？因为感觉更有家的感觉。中心有一种会突然有人走进来的感觉。确实，就是忽然之间我们有时候可能躺在床上在讲话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开门进来，哎，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借我一下，然后帮关上，就这种感觉。有一种比较嘈杂，对，房间门锁坏了。你最讨厌我做的事是什么？很多哎，不会是你挖肥肠吧？是是叫偏执着，对，就是在一些没必要的点。对，就是我已经开始自问自答，蛮讨厌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劝不动啊。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执着的点，你相信你肯定也有。比如说你跳舞跳到一定的时间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啊，我跳不好，我一定得把它跳好。那你冷餐会的时候，为什么执着要切那个蛋糕呢？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人就是没有人给他那边递蛋糕，因为你三个蛋糕摆在那儿，所以你觉得蛋糕比我重要？不是蛋糕比你重要，是我顾全大局。就是意思是说我不顾全大局？不是你，你也顾全。你也顾全大局，但是我觉得那边的蛋糕好可怜，他就空空一个人在那儿。我一个人坐在那边不可怜。我本来是这样子的，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我想你听我说，等一下，你说，我是大哥，我本来是想说等有人过来了，然后我再坐过去，我让他去切你那边蛋糕，没想到那个人一过来，砰汤就坐在你的隔壁。对啊。对啊，要想到会有这种，我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那个了。所以我当时是想说，没有人切那边蛋糕，我想说把那边蛋糕切了分了之后，我再过去找你，是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当时一直看着你，想说我切差不多了，你叫我过来。我想说好，那我就一直想说我过去，没想到碰到那个人就坐在那边就没法过去。对啊，就是会有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就是，那是你没想到吧？确实没想到。那我不可能说那个人都坐在那儿了，跟人家说你能不能走开一下，那也很奇怪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就应该一开始坐在我旁边。不，如果你再给我一次这种选择，我还是会选择在那边。那个蛋糕切了之后，那个人要坐过来的时候，你给个眼神，我过去，我说好的，我过来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我好累。我像在念 rap 一样。OK。那你最喜欢我在哪里？我是讨厌的事情，你就是喜欢的事情呢？那你问呀。好 ，OK， 最喜欢你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其实我很喜欢你在你自己的歌曲上面去创作。就是你想想，你之前的那个草莓牛奶是你的第一首歌吗？是吗？嗯，是吧？嗯，啊、对吧？没记错，记错就完蛋了。然后后来慢慢，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很专注的去做这个事情。虽然我也是，我还蛮喜欢那种，就是该做这个事情就做这个事情，该去做那个事情就做那个事情。不像我，就是一头翁在里面做那个事情，然后就很没有办法一下子跳脱出来。发散思维吗？对，确实。还喜欢你涂那个护肤润肤露的那个味道。对。
确实需要，我每次涂那个润肤的时候都觉得整个房间都是那个椰奶味，然后导致我现在也非常喜欢那个味道，就是感觉很好闻吗？对，很好闻，不是你就像是一个行走的种草机。好吧，对，好了，那到我问了啊。你有没有在别人背后说过的坏话？哎呀，被你发现了。是什么？其实还好哎，就有的时候惹我生气的时候吧，惹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们问我怎么了，我可能会告诉他们一下，就会觉得偏执的。对，明明有的时候我觉得，也不全是我的问题。是不是当时是不是那一次冷餐会的时候，你肯定有说，因为我看到他们说，哎，怎么了，怎么了，怎么了，大家都很八卦，一直问我，我就说没啥没啥，然后他们就要一直问我。刨根问底，大家我就是有点小摩擦，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快和好呀，然后我就说他不找我，我为什么要找他？确实，就是类似这样的。这可能是两个天平座最后的倔强，对，就相互不低头。那还不是我低的？确实，辛苦你了。干杯。如果不跟我住，你最想跟谁住？我会选择自己一个人住。笑什么？我怎么那么不信？真的，就是我跟你说啊，说实话，我是一个很独立女性，就是你能感受得出来吗 ？OK， 我知道你能感受得出来。没有，真的就是如果我不跟你住的话，我可能真的会选择自己一个人住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，然后就是如果别人把房间搞得很乱七八糟的话，我真的会受不了，会去跟他吵架，按照我现在的脾气来说。那如果不能一个人住，那就是下一个问题。哦，好，那我问你。如果不能跟我住的话，你会跟谁住？不能问同一个问题，自己再想一个。对，好，不能有点想象力。如果我不能参加最佳拍档的话，你会跟谁参加？这没法一个人参加吧？你 solo 啊？我可以不参加。现在吗？我送你一个礼物，你最喜欢你？这很简单。是，我很喜欢你之前送我的一条 Vivienne Westwood 的手链，那是我之前说了很喜欢 Vivienne Westwood 之后，你给我送的第一条手链，我记得了吧？是一个。原来我给你送了手链呢。那是你第一次，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当时你们在一块儿摆了一个爱心，然后中间有个蛋糕，一个蜡烛，上面写着 ZX， 那是我第一次来 SN40 过的第一个生日。那时候我就给你送了 Vivienne Westwood。没有，那是第二年给我送的。第一次的时候你跟我一块出去吃饭，然后你当时还，我们当时还拍东西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你还问我这个问题？我就想让你记得了。我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对，因为我当时来这个团的时候刚刚好是过生日，然后你当时就给我摆了一个生日蛋糕，我记得我吃的蛋糕还是黑森林，上面有樱桃。总是在这方面特别的对吧？第二年生的时候你就送那个项链是那个那种带子的绳，就是人家是红绳，但那个是一个橙色的肉色的绳子。这么丑的项链，不是这么丑的手链，橙色的绳子，肉色的绳子，啊，肉色的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图啊，我记得。哎呦，你终于记得了，你刚不是说很好猜吗？这个挺好看的，是很好看的，对。我记得你也送过手链。那我送你的那个项链你怎么不戴呢？今天戴这个呢？你明知道我今天录这个东西你还不戴那个项链呢？还没到你问问题呢。你给我之前送的那个项链我还是在亲你的时候跳端的，我还记得。
后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团，你会愿意跟我一块儿吃遍全世界？不是，我们以后如果离开这个团之后，就是不在团里面工作，但是我们还会一直在上海住吗？你在干嘛呢？我不想在上海住，我想在广州住。你想在广，不是，我的问题是，就是如果我们以后离开了哪个地方，但是我们还是会住在一块儿吗？就是如果我们都会，谁要跟你住在一块儿啊？那你要跟谁住呢？不是要当独立女性吗？那我跟你说是之前的阿姨呀，你刚不是说了吗？对，我也是。好，来。跟你说，房子要越住越好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到以后要住一个 loft。loft 是更好的意思， loft 一般不是比较便宜的？没有，我们找个大一点的 loft， 是那种珠江新城啊，就看海，要不看江那种。这八年，你最后悔跟我做的一件事是？我们在上海，在大世界这个站，在那个我们当初终审的酒店见到你的时候，拉着你直接跑掉。回到八年前七月份的那个下午，你穿着蓝色裙子的时候，我穿着一件红色的一件外套的时候，上面是蓝色星星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应该就你带着你的老婆，我带着我的干姐的时候，我们相互见面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商量逃吧。那个时候我还挺感动的，因为我跟你就见过两天，然后我说我们一起住吧，然后后来我就消失了，你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我当时还因为你当时不是还没有来住的这个地方吗？然后我就一直问你几时到，你几时到？然后我以为你都不记得我，我以为我们只是路人，没想到你就记得。我一直记得，因为他当时说没办法，你要先跟别人先住着一块，因为房子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。我说那好，我答应先跟女神一块住。然后后来你来了之后，就立马搬出来跟你去二楼住了。当时对，我也就很感动，我觉得。原来陌生人也可以有这么善良的人。那当然，但是回到八年前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拿上你逃。对，如果给我一个机会，在一个星期里面互换角色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我就拿你身体去医院把你的伤口都治好。然后躺在床上一个星期不动，然后你拿到这个身体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更好的八年，就是更好了，是吧？会不会拿着我的身体每天睡觉，然后对你来说很折磨吗？不折磨，只是，但是他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。我就希望你有时候不要那么累。如果你醒来，你发现你变成了，你第一个是会叫你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我早上起来变成你，我会穿上泳衣去健身馆游泳。行吧。对，你不做普拉提了？啊，去健身馆游泳。好的。对。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？这么多年